他有没有注意？对，不好意思，那只有你在注意哦。赌剑绝学，错牌，错，错，哇，怎么变三太子了？举头望明月，低头。最近呢，在忙我们明视的八点档代戏《父与子》，哎呦，对，而且这个演员阵容啊，越来越坚强，真的，对对，上百位演员的，没错。这一次是演弟弟还是演哥哥？我演弟弟，我每次都演弟弟啊，你看我的长相就像是个弟弟啊。现在八点档的大戏啊，动用了非常多的人，然后也非常的用心，希望非常喜欢，我们通通都会在里面。没错没错。小小鱼呢，最近也在主持别的节目。哦，对，有主持就是明视的《陈明一瞬间之超级同盟会》。辛苦了，看到没有？大家都一直在努力打拼，是是是。同袍啊，很久没有一起演戏，真的啊。今天呢，刚才两位来，我们就好好来过瘾，切磋一下。真的，好，不错。那在今天的演技大考验之前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奖励。拥有心花怒放的可爱外形，仿佛小天使轻巧的抖动白色风纱裙般的美丽，再加上炎热的夏天里最不可缺少的新鲜水果，融合夏季的热情与清爽口感，给你最最最幸福甜蜜的味觉享受哦。介绍我们的元炮队，有我们专辑的元炮，可爱的小小鱼以及林道远。紧接着介绍我们的统统队，有我们的统统、艾辰以及好久不见的彤彤。今天的演技大考验要考什么呢？什么？第一回合，谁吃到超苦的炸汤圆？汤圆，知道了，我告诉你，你会很痛苦。是的，统统队已经进入前进去。一号唐峰，客栈老板唐峰一直想当特级的厨师，所以他帮自己做了一面特级的厨师徽章。身为一个特级厨师啊，就算是没有人给寄给自己也行啊。哎呦，最爱边做饮料，哎呦，边做。人气派的性感型男唐风，热情奔放的舞蹈，绝对要让你喘不过气。是的，统统队已经进入前进去。一号唐风，客栈老板唐风一直想当特级的厨师，所以他帮自己做了一面特级的厨师徽章。身为一个特级厨师啊，就算是没有人给寄给自己也行啊。哎呦，最爱边做饮料，哎呦，边做。不要把衣服给他光吧。哎呦，哎，你这样小心啊！人家说现在煮菜有没有一定要戴帽子跟穿衣服，因为怕有些毛会掉到料理里面去。他胸毛很多啊。这是用爱做完的炸汤圆，他决定自己试试看看。好吃啊！这就是我们一号唐峰带来的表演。二号艾辰，请进入情境剧。艾辰是一个流浪外地的诗人浪子，今天他特地来到此客栈，发现老板刚刚做好炸汤圆，于是想要点一盘来品尝品尝。老板，我要点一盘炸汤圆。我跟你出个题，如果你可以在七步之内来赞赏我的汤圆，我就免费送你一盘。简单嘛，哦，床前明月光，哎呦，疑是地上霜。疑是是什么？举头望明月，四步咯，低头收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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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手一样，手一样，算你过关。手一样，看来是那么努力的份上，对嘛？来，送你一盘吃吧。你粉不要那个啊？粉要多一点啊。爱的情境剧表，情境的三号王童，请进入情境局。王童是虽然客栈里面的店小二，看到老板做了好吃的汤圆，他想要偷吃，但是却被抓到。哎哎，是谁敢偷吃我的汤圆？老板，对不起，我很想吃你的炸汤圆，炸汤圆。我很想吃你的炸汤圆。不然这样子，我出个对子给你，如果你行的话过得了，我就请你吃汤圆。注意听啊，来啊，什么圆圆上了天，什么圆圆水中间，什么圆圆街前卖啊，什么圆圆你面前啊，你面前。好啊，这好啊，不是来吧，请。这简单嘛呀，汤圆圆圆上了天，汤圆圆圆水中间，汤圆圆圆街前卖啊，汤圆圆我面前。好啊，汤圆呢？不要再讨论，倒数三秒，请开始。三秒、两秒、一秒钟，时间到，请派代表作答。我们觉得是唐风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比较严，要吃到很苦，只有唐风忘了严，他就用那种胸毛引开我们的注意。对，不好意思，那只有你在注意哦。没有，没有啦。你们都觉得是一号，到底是不是一号呢？为什么不是小二？小二就太像，感觉不苦啊。傻傻的你们。林道远，好吃，甜的，什么？甜的，甜的。哎呀，不要制止他，他待会会整盘吃光。他只要讲到好吃，你们就要制止他了，太恐怖。来，不可能是他。这么有把握，给小燕吃。谣言好，太甜了！甜甜了，甜甜了！好，一颗就好。你当作我刚才吃那个很好吃是不是？哇厉害！我们正确的解答就是我们的一号唐风知道超甜的汤圆。一号队答对，得到一个胜利。第二题，请听清楚了，谁没有在包礼物？哦，马上统统队，请进入情境局。唐风是个风度翩翩的才子，梁山伯。今天他打算去拜访他的英台妹妹。放定台上朱家庄，眼前全是旧式样，回忆往事岂有狂，今不是他是女红妆。哎呦哎呦哎呦，今天我就要去上朱家庄，要去提亲，提亲之前一定要把礼物准备得非常的好，我绝对相信我包的礼物，祝家父亲一定会将他的女儿祝英台给许配给我的。是的，而且他是个才子，边包中还会边唱《我心狂野》。我心狂野，穿梭在这爱情的大街，你让我心狂野。越来越强烈，要包装了，要包装了，好玩，心我心甘情愿到永远。
先进去表演，他到底有没有在包礼物呢？紧接着二号彤彤，请进入情境剧。王彤是个女扮男装的俏姑娘，祝英台。今天她知道梁山伯要来找她，心里非常的雀跃，但是她又非常的担心她的爸爸会反对。所以她一下开心，一下伤心，一下开心，一下伤心，一下伤心，又伤心，她再开心，又伤心，伤心，开心。我跟你说，我眉头微笑哎。好了，这时梁山伯要来，祝英台决定要准备一份小的礼物送给心爱的阿娜达。我要赶快来准备一份礼物，待会呢，山伯如果看到我帮他准备的礼物，一定会很开心。这就是二号彤彤带来的情景曲表演。紧接着，艾辰进入情境剧。艾辰是才大气粗又好色的好野人马文才，最讨厌穷人，但是最喜欢美女，所以决定要向祝英台提亲。英台 ，Muli，Muli，Muli， 念错了吧？英台，英台就要扮嫁妆，气得快发狂。而不是这种臭钱的财。我也是有财啊。不是，你看，而且重点是我比你高，我可以加鞋垫啊。你家是没有鞋垫的。这时祝英台慢慢的离去，离去之后只剩下马文才一个人落寞着包着礼物。这就是我们三号艾辰带来的情境剧表演。三人究竟谁没拿礼物在包装呢？袁浩飞是看得不无煞法，那观众朋友你，你为什么嫁给那个穷光蛋？因为他有才气，而不是这种臭钱的才。我也是有才啊。不是，你看，而且重点是我比你高，我可以嫁鞋垫啊。这时祝英台慢慢的离去，离去之后只剩下马文才一个人落寞着包着礼物。干嘛咬嘴唇？好烂的歌。这就是我们三号艾辰带来的情境剧表演。谁没有再包礼物呢？以后可以讨论三秒，倒数起开始，三秒、两秒、一秒，时间到。我觉得艾辰没再包礼物。哎呦，他手的感觉很假。是他？对对。为什么不是他？他有一直在就是偷瞄，他在唱歌有在看桌子，可是艾辰没有在看桌子。哦。一号唐风到底有没有再包礼物呢？答案即将揭晓。文才到底有没有在包礼物呢？答案即将揭晓，三、二、一，他有在包。我们来看一下彤彤到底有没有在包礼物呢？三、二、一，耶！正确的答案就是二号彤彤没有在包礼物。二号队猜错，所以彤彤队得到一个胜利牌。进入第二回合，攻守交换，耶！换到我们元浩的表演了。这一集的题目是谁吃到超凉的椰子糕？哎呦，哦，哎，那看起来蛮好吃的，不是吗？对啊。
哎呦，快点喝水。哦，我刚才又是被苦到，又是被对，是的。元浩队马上进入情境剧。神经病而已。一号姚元浩是赌神。哎呦，今天特别来台湾和仇人仇笑吃一决胜负。现在是最后一场。赌神拿到，哇！谁拿到红心 A 就能够获胜。这样的洗牌技术啊！但是谁？现在手里面的牌却是梅花三哦。赌神这个姿势，那就是失传已久的赌界绝学——搓牌。搓搓搓牌？怎么可能？是的，赌神开始搓。这只有小钟哥才做得到吧？搓牌是周星驰的吧？他搓了很久，还是没有变化。我第三太子。原来他忘记吃了他最爱吃的巧克力。哦。哎呀。找什么？哎呦。他是谁？他是龙女。我也在想，到底很久那是谁啊？龙女在巷口买了椰子糕。没有巧克力怎么办呢？他没办法，只好大吃一口啦。勉强吃一口，看看有没有灵感。哎呦哎呦！超凉的椰子糕是不是他吃到的？他会出现什么样的牌呢？哎呦！哇！这就是我们一号姚元浩带来的情境剧表演，紧接着来到我们二号小小鱼，一直暗恋着赌神的小小鱼，今天看到赌神唯一的一张背影，哎，真的有点像哎，又在幻想。跟我的背跳舞就好了。赌神开始喂小小鱼吃东西。赌神做背影而已，哎，自己吃好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他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你是闭眼了？是小小鱼带来的情境剧表演。紧接着来到三号林道远，请进入情境剧。林道远就是传说中的赌神保镖，他有着帅气的外表，更有着扎实的武艺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哎呦，挺厉害的哦！哎呦，错，他不是真正的龙武，他的武是舞龙舞狮的舞。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了嘛？那睡眠光。这么多才艺之后，很累的龙武决定要吃椰子糕来补充体力。好累啊！喂！哇！喂！是的，这就是三号林黛玉带来的情境剧表演。到底谁吃到超凉的椰子糕呢？统统队讨论三秒倒数，请开始。三秒，我觉得不是小小人。两秒，你猜了，不是一就三吗？一秒，对，不是一就三。时间到。好，是一，是一号。对，为什么？元浩，这个小小鱼他一定不是，因为他在还没有吃下来之前先做表情了。哇，快了，所以不是他抢拍了。对，抢拍了。然后另外一个第三号呢？嗯，他完全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。但是元浩他在刚才做完表演之后，我偷偷观察他，是偷偷的就做了一个哎呦的表情，哎呦，就觉得哇，真的很凉。有没有可能是林道远？应该不是。哎呦，没有，不是啊，不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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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好好吃哎，小小鱼的，哎呦。
那个都是冰块。哦，好吃啊！太好吃了！你在憋吗你？阿伯，我刚刚这样子，我才刚拿过来喂，不是，他是这样喂。他那个已经凉到，我在冒冷汗呐、啊。但是我们元昊的还是要来吃一下啦。对啊。哦，来快点，太凉了，吃一个甜的来弥补它，快点快点。还要吃吗？吃一个，吃一个。来，不要担心，吃一下喝这个。我没有感觉，它是凉的。哦，甜的，喝水更差，来证明。甜的啦，甜的，甜的，但是我的凉还是哦。谁知道超凉的椰子糕？正确的解答是我们的二号小小鱼，但是我们的红龙队猜的是一号遥远号，所以猜错哦。哎呦，恭喜鱼号队再得到一个胜利牌。是的，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元昊队就以2-1成为今天的演技大赢家，掌声鼓励。大家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奖励是什么吧，走！演技大赢家就是我们的元昊队，掌声鼓励鼓励。是的，我们今天的奖励是什么呢？今天奖励是下链天使星。你看，这其实跟彤彤这个贴的很像啊。哇，对，对，我没有赢啊，你在亏我。来，哦。那外面的这个白色的是那个奶油，新鲜的奶油，很新鲜，非常的新鲜，不腻，刚刚好，而且呢有淡淡的水果香味，很棒。哎呦，女生你快点，小小鱼，快点，小小鱼，小小鱼，吃这个，它是内馅哦。什么？这个水果真的只有人海神奇，让我想到的同盟会很好看。喂喂喂，每周六每周日都要晚间7点，请收看《明视超级同盟会》。来，元昊，元昊，元昊！哇塞！好大口！哇！哇！我刚奶口里面全部都是奶油哎，真的哇，好棒！而且完全就是吃到新鲜那种奶油，那种淡淡，然后清清有点清爽的感觉，是爽口来形容哦。这让我想到每周一周晚上7点半一定要锁定我们好看的新兵进行曲啊！来了，来了！大眼，大眼，大眼，大眼！奶油不是很甜，对，它用的那个桃子，它其实是有点微酸的，哎呦，然后它的甜，它微甜再加上那个酸，对，完全就是酸甜综合。是的，我们今天的演技呢，大赢家就是我们的元昊队。提醒今天唐风今天来啊，是不是有任务啊？主要呢要宣传一下我们的这个戏《父与子》，好看啦，因为是八点档的大戏，对，希望这个月明是花了很多的时间，对，而且这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除了我们全部的演员都有在里面之外呢，还就是有一批新的人嘛，对不对？像比如说我就是新加入的，记得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8点收看哦，每天的8点晚上哦，我们的《父与子》有我，对不对？也有唐风，希望大家可以锁定我们，好不好？所以记得呢，看完我们好看的新兵进去之后呢，后面还有父与子，不要转台哦，拜拜。